今天全部都听你的，全部哦。因为我在决定啊。对。他开心耶。很抢眼。这感觉像 breaking。一定要这个是不是？一定要这个。上。我妈对衣服超讲究。下、来，妈也送我妈补清洁礼物，是平价的。平价。另外一件是 Dior。Oh my god！ 下，拜托，一定要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这边小吴，欢迎收看母亲节特辑《妈妈决定我的一天》。大家都知道吗？小吴之前拍过《粉丝决定我的一天》，非常热络，我们还拍到台中。身为妈宝的小吴呢，一定要拍《妈妈决定我的一天》。这是你的日常吧？我很紧张，好不好？那本集呢，我们干爹赞助，就是我们的肯德基，他们推出的是海苔肉松脆鸡。小时候我妈暑假啊，都用稀饭配肉松来打发我。不可能，超抱怨。我在更小的时候，我幼稚园的时候都吃稀饭配酱油。大家都一样吗？最后呢，就会来吃海苔肉松脆鸡这个新品哦。好的，那现在呢，我们今天一整天的行程都我妈来决定，对不对？我们先从什么开始呢？因为我也化好妆了。早餐怎么样？啊，好赞！妈妈决定你的一天。妈妈会叫你吃稀饭配酱油。二选一嘛，我们先让他选，我们出去吃那种网美早午餐，或是外送一般的早餐店，这样怎样？好 ，OK 吧？希望他会选网美，我觉得他会选网美早午餐，因为他非常爱吃，可是他吃不到，他会不会就不会吧？我妈会自己做功课去查说台北有名的早午餐店呢，我觉得我们吃定了。好的，耶！是，打给他了，我们第一个用电话的方式，妈咪 ，Oh my god， 好。第一题，会不会不接你电话？本集结束，太过分了！妈，我们在拍片呢。没 C 笑死了。喂，妈，早安。跟你说，我们现在在拍片，然后再拍个就是母亲节特辑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要你是哦。简单，就是今天整天呢要你帮我决定我的行程，这样就二选一。对，之前都是那个粉丝帮我决定嘛，今天全部都听你的，全部哦。对。他开心耶。一题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嘛，我们要吃早餐，我们很饿，要出去外面吃网美早午餐，还是外送一般的早餐回来吃？好，我给你三秒钟决定哦，好好想哦，好好想哦。好，我真的是三。一般的好了啦，一般的好了啦。你看，喂，等一下，妈怎么这样子啊？你平常都吃网美早午餐，你来台北都吃网美早午餐，我要吃啊，干嘛？那妈妈，我们现在就先去叫早餐了，谢谢你哦、喔，我等一下会打给你哦、喔，谢谢你哦、喔，谢谢你哦、喔，谢谢你哦、喔，好啦，平安喜乐哦、喔，平安喜乐哦、喔，你看，我。早餐嘛，我们就吃附近最近的早餐好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等一下要吃肉松，对不对？我们拿个肉松蛋饼，一定要好好肉松蛋饼，一定要奶茶要的举手哦。要。OK， 一二。好的，我们的早餐到啦，我这里有肉松蛋饼，我要加起司。我真的以为这一趴会在就是漂亮的，对啊，然后就很秀啊，然后说谢谢妈妈这样子啊。好的，像我们吃完早餐然后出门，我今天穿搭我已经搭配好了，可是差一个什么呢？不是，要我要带什么背 ？OK， 我挑了两款，一个就是 LV 可爱的这个牛仔小包，另外一个呢是我非常喜欢的联名包，我非常自豪的作品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蛮不知道我妈会选哪一个的，因为联名包是我妈爱包没错，可是我妈最近也入坑 LV， 她开始变成夸张的妈妈，真可怕，所以就让她来选一下吧。OK， 老妈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呢。选我出门的包包，你选哪一个我就背哪一个出门。OK， 第一号选手呢是我们的这个噔噔，你最近的爱牌 LV 有没有看它这个牛仔的黑色小包？啊，无言。要花钱。第二个呢就是我噔噔，去年出的联名包，是很难选，因为尺寸很像。对，现在三秒钟选一下，看一下。哎呦，阿姨都选哦。OK， 好看。我妈选这一个 ，OK 哎。这个就先。这个就谢谢。好的，现在呢，我就背着我妈妈指定的包包来到信义区。那一
挑嘛，其实大家都很熟了，新一区能逛就那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就挑两套，然后我们来挑不同的风格，让我妈选今天的我适合什么样的衣服。好了，好，完了，我觉得一定不妙，因为我妈的眼光真的很独特。我刚刚发现一个很好笑的是说，我们根本就不用自己配啊，我们拍两个 H&M 的 model， 他们上面配好了两套的妈妈选。其实好看。对对对，你看这是第一套是他们自己配的，有点那种街头风帅帅的感觉。你会溜滑板？第一套，第二套，那第二套。一定要绑这个，一定要绑这个。这套很不错哎，这套很赞啊。就这套以及哪一套？刚刚那一套。好，这个很抢眼。这个感觉叫 breaking。一定要这个是不是？一定要这个，一定要这个。想说用文字的方式让我妈选，让她看图片嘛。OK。我说妈妈帮我选一套，我现在就要穿上去了。好的，来喽。第一套是这个。哎，这套蛮帅的，我想要这套啦。没有，我们觉得红色那一套更赞。妈妈拜托了，妈妈拜托了。我相信我妈可以感应得到。哎，已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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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她现在看的时候，上货下，上货下，上货下，下下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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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妈对衣服超讲究。下。哎，来来来，下。OK OK。等一下，我要问她为什么。哎，你一边问一边去拿尺寸呢，好不好？他这套直接旁边就放满了，他配好的可以直接拿。哦，很好看。哦哦哦，怎么了怎么了？哦，哎，你可以驾驭。Yeah。哎，你可以。有点港风耶。对，有一点港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去找我兄弟合照，看看。去找我兄弟合照，给你看我兄弟。真的会有人这样跟妈豆牌一样吗？然后他们这套搭得很好。对对啊，是我兄弟啊。有人这样买吗？妈妈开心的吗？其实蛮好看，你背影很好哎、欸。对，你背影感觉是一个。哎、欸，那这样是一个。那个娜。现在我已经换完这一身衣服了，等一下要视讯给我妈妈看，因为她挑的嘛，要看一下她儿子穿起来好不好看啊。另外，你有发现吗？我这个颜色，肯德基红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肯德基配色哎、欸，黑白红。哦 ，Hello。好，很开心哎、欸。好看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很缤纷哎。那我们现在有下一个问题要问你，这栋百货公司楼上啊，一间是甜品，一间是饮料店。甜品叫家家甜品，是吃那种港式的。对，港式甜汤。然后另外一间是龟记，就饮料店这样子。然后你觉得要我们去吃什么？因为现在好热哦，妈妈好热。饮料店，龟记。OK， 那我们就去吃龟记喽。那我们等一下打给你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好的，刚刚我们在这边买好了龟记的，因为我在甜品跟饮料店，我妈选择饮料店，可是我也很想吃芝麻糊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比较想吃甜品。抱歉了，但是好像我也不懂。对，我就有一点点的，今天都没中。现在呢，要玩一个刺激的了，就是我妈来送我妈母亲节礼物。那我想一个有趣的，就是说我们准备一个便宜的跟一个贵的，跟她选照片。因为我妈其实不太懂品牌，挑一件叫 Bonnie and Reed 是平价的，另外一件是 Dior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反正的价差应该会落在十几倍、二十倍哎、欸。他不知道品牌的，对，他不知道品牌。反正我就丢图片让他选他喜欢、他觉得好看的款式。对，哎、欸，这个就刺激了，刺激了，超刺激！如果他自己比较便宜，你不跟我的事啊！那现在我们就来传照片给他看。这个拿他一号候选人是这个，这个是迪奥的，有没有？好像是13500还是14500。第二个就是这个珍珠的，我觉得他应该也会喜欢，这两款他应该都会蛮难抉择的。然后这个好像是450，好像是，反正就是500以内。对对对对对。现在等我妈已读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读了读了。下上上上下，拜托，一定要上哦，上有眼光，阿姨在。等一下，我打给我妈，太扯了吧？喂，妈妈，为什么选择上啊？为什么？款式下面的我不喜欢啊。哦啊，上面的也不喜欢哦。上面的喜欢呢。哦，那你知道它是什么牌子吗？不知道哦。那我跟你说，你知道它？啊、你知道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不懂，你不懂。哈哈哈！他还说你一定看不出来是什么牌子。对。对，我还说你一定会选下面，因为下面有三颗珍珠。对，他说你会选。下面的要去101的迪奥路上遇到了 NB New Balance 是我最近很爱穿的品牌嘛，就运动休闲风。那我想说去买个礼物送给粉丝好了好、啊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妈也是宠粉的。我挑两个东西，然后让我妈选一个送给粉丝。好，去挑吧，去挑吧。看 NB 的包包还没有很多，我们最后看到一个超可爱的这种，他说是小腰包吗？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搭配蓝色这个，就是男生收到也会觉得哎、欸、很可爱。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 Alpin 组合，你看粉红色的帽子搭配这个黑色的腰包很可爱，就是这两个来选，所以就拍给我老妈看一下不 ？OK。
蓝帽还粉帽？我现在在问他。哦，妈妈在线哦。对，在线等、哦。妈妈秒读哦。哎、欸，你看这很棒，因为就连送粉丝的礼物都让妈妈来决定，啊、不是只有我，不是只有妈妈，是我们一起，就是我们是一起人，好不好？哦、他说蓝帽哦，蓝帽组合赢、哦。好的，现在呢来到 ATT 的六楼，我想说来点娱乐。突然想，我们不是只有买东西跟吃东西。我们来才艺表演时间，妈妈最喜欢听我唱歌了，相信大家也是吧？确定哦，粉丝也喜欢听我唱歌啊，对不对？现在让我妈选择两首歌，一首一定要经典的《听妈妈的话》，母亲节嘛，对不对？另外一首什么？背叛，浪子回头了。喂，妈妈，我现在在唱歌，就是有那种行动电话亭，看你想听哪一首歌。第一首是周杰伦的《听妈妈的话》。第二首是叮当的《离家出走》。当然是听妈妈。OK OK， 好的，那完整的歌曲，请你在正式的影片中看。我先，Let's go。所以你要加油，珊珊。OK。珊珊，你可以。珊珊，你要活着了，珊珊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食谱在她心里面，一起梦游，听妈妈的话。现在天色渐渐要暗了，已经5点多左右了，我们要赶快去买我妈妈的耳环。刚妈妈就挑中迪奥的耳环，我们要走去101。就是一直不肯面对，一直不去买。对，你有发现吗？去唱歌，然后又去买饮料。对，再一次。对，被发现了。后面很大间的101里面的迪奥，妈咪，这是你的选择。你自己选择你的母亲节礼物。Oh my god， 这什么东西？我进去，我进去。好，去买耳环，大家等我一下，因为里面不能拍摄 ，OK？ 我们要遵循规矩 ，OK？ 进去喽，拜拜 ，OK？ 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买完迪奥的耳环了，好可爱， oh、真的是母亲节礼物，天哪！哎、欸，打给我妈，让我妈看好了，好好好好，对不对？看你的礼物已经买到了，可以领养，对啊，哎、欸，14500啊，你看，超美的。超美的，而且它小小的，因为我妈不喜欢，就是太高调，她喜欢低调的。你怎么会这么高调？我哪有？哎、欸，我这是复古 Y2K 的穿搭。妈、欸、妈，我今天很复古，有没有？你要谢谢的呢，不是我，是干爹，我们肯德基，对不对？好可爱。那我就准备要回家了，等一下就要去吃海苔肉松脆鸡，回家吃、yeah. 再打给你的哦，保持联络。好的，现在呢我们已经回到家里面了，要来吃肯德基的最后一餐呢，妈妈不用选择，她已经帮我选一整天了，对不对呢？辛苦了。我们先一起来祝所有母亲的母亲节快乐。那母亲节就要聚在一起，要吃什么呢？肯德基。最特别就是呢，它的炸鸡是新的口味哦，是海苔肉松脆鸡，哎、欸，听起来就超复古，超好。好吃，然后回想起我小时候的那个回忆，吃到稀饭的感觉。哎呦，一个呢是我们的同乐餐，同乐餐副餐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很可爱，是三公主、哦。地瓜球，你看地瓜球、鸡块及薯条、海苔肉松脆鸡的真面目吧。等等，哦，哎。另外一个呢，超级可爱，很有童趣味，就是这个时光宝盒里面有刚刚的东西之外呢，其实我们的这个童玩宝盒，有些玩具可以玩，看一下里面有，哇、哦，好可爱，这是那个啦，纸娃娃这样，对，小时候超爱玩，电子。竹蜻蜓，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时光宝盒限量只有10000份，是不是很想赶快去抢，对不对？呀、yeah. ，在那之前，我们先来吃吃看，到底炸鸡好不好吃？哎、欸，肉松给很多哎、欸，那你看，慢慢自己拿一盒，很搭，很搭是不是？因为都是鸡系列，嗯、啊，那个上面是鸡肉松，这海苔的香气也很足够，咸甜咸甜的感觉。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吃哎！因为我是很喜欢，就是炸鸡上面再加点什么有的没的，而且它肉松不会干，对，它不会干。它是有些淋一些美乃滋在上面，然后再把肉松吸附上去，搭配那个层次超级赞的，而且那个肉松的口感加上那个脆脆的皮，你知道肯德基的炸鸡就是厉害，因为它皮很脆，然后鸡肉很嫩很多汁，回忆涌上心头。我跟你讲，除了想到我妈妈以前用这个我吃之外，我阿嬷以前会用给我吃肉松，就是肉松，然后老人家超爱吃肉松的，对，影响到我们年轻人嘞，讨厌呐，真是的，好好吃哦、喔，我以后当阿公的时候我也要。为什么你要给我孙子吃肉松？不能只有我吃到，我要打给我妈，让她看到，让她自己去买这样子，因为我买不了给她，对不对？掉外送的。
妈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一整天都已经结束了嘛，谢谢你选了那么多厉害的东西。我在吃肯德基的这个肉松炸鸡哦，好好吃。打哥，你是要祝你母亲节快乐的？请记得截图哦，我们第一次那么多人跟你说母亲节快乐哦。三二一，祝妈妈母亲节快乐！哎，大家影片看到这边，记得也要祝自己妈妈母亲节快乐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妈妈可以收工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哦，拜拜。好的，今天一整天妈妈决定我的一天，我们最后也吃饱了，整个肯德基就是好吃又好玩，东西吃完了之后呢，还有玩具可以玩，真的好赞的，一把当芭比娃娃在玩的，这个只有限量10000份，大家赶快去抢哦。另外一个呢是旗舰限定的，大家赶快去买吧。好的，喜欢听的呢记得分享、订阅、按赞、追踪，做到了呢，看铃铛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